Today I'm going to chat to three people in Wuhan whose life have been shaken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fact, two of them have just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你好，你好，您现在身体怎么样？我现在恢复挺好的，哎，基本上现在在家呢。我隔离了就等于10天，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感染上的。26号嘛，27号那天医生查房的时候，我问医生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病房有5个人，他说是你这是确诊了，点了点头。哦，刚开始肯定进去很恐慌，嗯，到后期以后倒没那么恐慌，嗯，加上国家政策也说了，说是得这个病的话，医疗费用的话都是国家在报销，基本上就是医生护士吃什么我们也吃，就是医生护士真的我们是非常感谢，每次他们那个穿着那个服装真的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那个衣服穿上以后我知道那里面可能也很热，他们的护目镜上都是有那个飞行器，比较感谢医务人员。哎呀，咋说呢，我们这一批能够先出院的人是非常感谢国家的及时的救援，大力支持的话我们可能确实都很难熬过来。嗯，哎，您这后面写的这个早睡早起是什么时候贴的？这个是我现在睡的是我大空调的房子。 Before the city's lockdown,Mr. Tian decided to send his daughter back to her university in Shanghai. 当时是什么考虑？不行，心里都挺慌的，因为这个传染力度太强，所以我当时就你让姑娘赶快先回上海。嗯，是觉得她回上海可能更安全是吧？这点是。And his daughter left him with a letter. 亲爱的爸爸。展信家，对不起，作为女儿，你每次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都不能陪在你的身边，明明就在你身边，却发现不了你已经生病了。逃避是我唯一做的事情，我真的感觉自己很没运，虽然说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还是只能靠你们来保护我。爸爸，我爱你。长大之后，这句话好像再也没有说过。你一定要好起来。我的生活里必须有爸爸。不要说丧气的话，心里暗示是很有用的。要每天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爸爸。真的对不起，爸爸，我真的很爱你。那天就把他隔离了，每天有人给他送饭。Next, I'll talk to someone who works at the infamous Huanan Civil Market, and she's just got out of hospital. 喂，喂，你好。我们是卖干甜酱油啊、醋啊、胡椒啊，哦，或是这些类的生姜、大蒜呢，这些类的。那当时像您这样就是感冒发烧的，在华南海鲜市场里多吗？我不知道别人，我那当时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别人发没发烧，我也搞清楚。就是1号嘛，也是1号就开始封我们的市场门面，不让开门了。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封掉的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不是照常5点钟起来开门啊，我们都搞得都慌神了。我说这怎么搞啊，酒店每次下了药的货一条心的想跟他们保安说好话，把门打开让我们拿点货，我每天要交酒店呢。那封掉了之后也没有给你们什么解释吗？后来就是说华南里面有病毒嘛，1号发生的第二天我就去开始在小门诊打针了。那一针打完的时候，那个医生建议他说，你要明天还像这样接着烧呢，那你要到那个大医院做项检查。大医院呢我们就害怕住院，家里又忙走不开。但是当时不知道这个病重要性，你不懂，这活了40多岁就第一次，从来不知道这些，所以说一直就麻糊了。那现在您康复了，但是华南海鲜市场也关了，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等这个病情得到控制以后再打算呗，现在目前还没考虑那么多，天天只知道在家里安全重要，在家里待着不出去。嗯，
你恐慌吗？我不恐慌，我在加拿大活得挺好的。我们附近有一个中百超市，一直都没关吗？对对对，一直都没关，就是什么都有。感染病毒这块，我对我们家人不太担心，一个是心理的重建，不仅是武汉人的心理重建，包括其他人，全国其他的城市的人怎么样看待从武汉出去的他们身边的这些武汉人，有没有收到什么鼓励？我平常不怎么在微信上跟人来往了，聊天什么的，但是我生活比较独立，但是这两天平常不怎么聊天的人突然都来问我啊，我还挺感触的吧。出了这个事儿，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但是让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变得好了，原来他们也是就知道 我这个人是存在的。一旦这个事情解除了，所有人最想做的就是赶快回到原状嘛，恢复原状，就该工作去工作，该上学去上学。Large public health crisis left their marks on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I remember 17 years ago when I was just a kid, my mother drilling me into the importance of hygiene. At that time, the SARS virus was on the march that would eventually kill hundreds of people. But because of the valiant fight of medics and many other peopl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countless lives were saved and many lessons were learned.The lesson that stayed with me was to thoroughly wash my hand, and I think such lessons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because we never know when we need to put them to use again.